那这有裂的，这之前我也看到两个地方有裂的地方，但是我没有把它记录起来。我想从现在开始，我要把它记录。这里也有，你看，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我想当地人应该很容易对待得出来。那我们看到这波坎，这边有线下线，这边有缺的。因为这边本来有那个护栏，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。那很明显的到这里来就没有了，这就没有了。哦，这边他把它埋在，他为了那边，所以打了这些桩，然后来到这里，然后就埋到土里面去。那不知道怎么埋法，可能是不是因为这个埋到土里面，造成这边的坍塌。那这边坍塌就造成开，可以看到这边是有补过的痕迹，对，补过的痕迹。OK， 这边破坎也有不整齐的状况。这边有水流过。这边有一块那个水泥补过的痕迹，这整块补得很粗糙。